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A、B、C 都是实数了，而且满足这两个方程式，那么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那这解这一题哈，你要记一个公式哦，乘法公式，我就是 A 加 B 加 C 的三次方哈，哎，平方了啊，这个乘法公式要把它记下来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 ？A 平方加上 B 平方加上 C 平方，这样多少呢？两倍的哈，两倍的 AB 加 BC 加上 CA， 好，这个乘法公式要把它记下来。那我们就利用这个乘法公式了。我第一个式子哈，两边给它平方，那这个平方以后就带这个公式嘛，就 A 平方加 B 平方加 C 平方加上两倍的 AB 加 BC。加 CA， 这个等于啊，这个等于零的平方嘛，就这个平方就这个嘛，会等于零的平方，这是零。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它给你是一嘛，这是一嘛。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AB 加上 BC 加上 CA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我一把一过去是负一嘛，啊二除过去，所以是二分之负一。好啊，再来的话哈，他要求这个的话哈，我就把这个平方，这个平方以后就是 a 的四次方嘛哈，就 a 的平方的平方嘛，加 b 的四次方，加 c 的四次方嘛，这一段两倍多少呢？这个乘以这个嘛，就 a 平方 b 平方了，哦 a 平方 b 平方，加上 b 平方 c 平方，加上 c 平方 a 平方。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等于这个平方嘛，就是一呀。好，那这个我就晓得了啦。那我只要知道这个以后的话，我就可以把这个求出来。啊，这个怎么求哈？这个的话哈，我们就可以求什么呢？由这里哈给它平方得到。那我把这个平方，把这个平方以后就是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嘛。啊，两倍的，这个乘以这个加这个。这个乘以这个加这个乘以这个，所以我现在给它平方以后哈，就得到多少 ？AB 的平方嘛，加上 BC 的平方，加上 CA 的平方，那再加多少呢？两倍的哈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这个乘以这个了。那你会发现哈，你两个相乘以后一定都有一个 ABC 啊。好，就是 a， b 平方的 c， 哦，就这两个相乘，加上多少？加上哈、哦，b c 平方 a，b c 平方 a 啊，再加上这两个相乘，哦，就是那个 a 平方 b c，a 平方的 b c， 那、啊、这个等于多少？这等于这个平方就四分之一了。那么发现呢，这个都有一个 A、B、C 吧 ？A、B、C 可以抽出来，所以这个可以抽出 A、B、C 来。那、啊、乘以多少？乘以 B 加 C 加多少？加那个 A 呀、啊，我加 A 呀、啊。但是我们晓得 A 加 B 加 C 等于零嘛，这等于零嘛，所以这项就等于零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的话哈，是等于它。哦，这个是四分之一，那就这个是四分之一嘛，我、哦、这是四分之一啊，那约分以后这个就变二分之一嘛，那我把它移过来，所以就得到哈、哦、，a 四次方加 b 四次方加 c 四次方，等于一减二分之一，就是二分之一啊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二分之一。